看一下吧，奇怪了。看来我们只能使用美男计了，就没有。都看我们今天使用美男计的效果。你也知道了，他这次有放吗？诚实的。
Thank you.
就拿着而已啊。我帮你拿，我跟他两个要去打牌。帮你没有拍，是帮我们拍。他是来帮你拍的。没有，没有画面。